呢度係人民力量。過去幾個月嚟，大家睇到我哋嘅行為，睇到我哋嘅堅持。今日我呼籲大家市民，你支持我哋人民力量。原因係咩啊？原因就係香港除咗建制派之外，仲充斥住一啲偽民主派，佢哋口是心非，混口蛇心。各位市民，人民力量是香港唯一堅定的民主派，我們會同市民一起，我們永不投降，永不妥協。各位市民，希望大家走過來支持我們人民力量，你一分一毫我們都用在這個運動上。我們告訴大家，我們絕對不會妥協，絕對不會投降。各位市民，大家在傳媒上都知道，幾個月前人民力量成立了，它是由四個田嶺區聯合組成的，就是選民力量、前線、建社民聯的成員和泛藍團體。這四個團體我們有共同的理念，我們走在一起。過去幾個月大家看到我們，我們的所作所為大家都看到的，我們在陽光之下，我們永不背叛大家的言論和期望，因為都是我們的共同理念，是我們的夢想。各位市民，請你埋來支持我們，支持我們人民力量。我們這個新成立的組織，我們無權無勢無錢，但不是代表我們沒有志氣，我們一如既往，我們將會秉承我們過去十幾年民主運動的精神。有人可能已經走背了，想停低，但人民力量是不會停低，我們會繼續向前走。我們為香港的民主，我們一定會絕不妥協，奮鬥不懈。各位市民，請大家走來支持我們，支持我們人民力量，支持一個新生的力量。茉莉花，將呢個茉莉花香送到神州嘅大地，推動呢個茉莉花嘅革命，令屠夫嘅政權，佢哋要血債血償。所以呼籲各位朋友，埋嚟攞翻一頂茉莉花，將呢個茉莉花擺喺呢個洋燭嘅旁邊。我哋今晚齊齊揮動我哋嘅洋燭，呼籲大家支持人民力量，支持茉莉花嘅革命。今晚將呢一個嘅茉莉花擺喺呢個洋燭嘅旁邊，我哋齊齊揮動我哋嘅洋燭，我哋齊齊揮動我哋嘅洋燭，將呢個茉莉花香推動到中國神州每一個嘅角落。各位朋友，呢度系人民力量，呢度系人民力量喺度派发紧嘅系茉莉花，呼吁大家攞翻咗茉莉花，今晚将茉莉花摆喺呢个洋烛嘅旁边，我哋齐齐挥动，挥动我哋嘅茉莉花，将茉莉花香送到神州嘅大地，将茉莉花嘅革命推动到中国每一个地区，茉莉花革命一定会席卷全中国。屠夫的政權一定會血債血償，所以呼籲大家拿回了茉莉花，將這個茉莉花放在洋燭的旁邊。我們支持茉莉花的革命，我都需要人民支持。茉莉花的革命才是人民的革命，屠夫的政權一定要血債血償。所以各位朋友，我們拿回了茉莉花，將這個茉莉花放在，呼籲大家支持人民力量，支持茉莉花的革命。今晚將這個茉莉花放在這個洋燭的旁邊，我們齊齊揮動我們的洋燭。